你干嘛？我夹菜，我干嘛？你是不是眼里只有儿子？那你吃吧。妈妈，爸爸辛苦。老婆，你这太厉害了，一会儿让我去买单，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走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起来！看什么呀？有人孩子呢？这是什么？自己看看。炸！这是专业领域吗？走。